冯某将离婚事件参与群众越来越多。8月14号清晨，微博认证为律师陈勇的电商律师勇哥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宝宝的离婚声明。该网友指出，微博离婚没有法律效力，若马蓉、宋哲没有同居，财产依旧只能平分，出轨只能认定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原因，不得作为少分财产的法定理由。另外，该网友还认为冯宝强的声明别有用心，离婚并非光彩事情，即便在有些糜烂的娱乐圈，也无需大告天下，偷偷摸摸办理离婚手续，你好我好他好就行。